乐事跟多利多姿一起推出冲绳台湾限定联名款，不用飞到冲绳，在台湾全家就买到冲绳的经典美味，分别是多利多姿的蒜蓉奶油牛排风味59美元，乐事的冲绳拉面洋芋片59美元。快到附近的全家看看还有没有货吧。用冲绳最具特色的美食冲绳面和奶油蒜蓉牛排来设计出这两款限定饼干，不需要特别跑到冲绳，你也可以体验到满满冲绳风味。 Tilda 乐事的冲绳拉面洋芋片一打开就有浓浓猪骨高汤香味扑鼻而来，一口急下去咸甜滋味，完全还原冲绳面独特的香气滋味。而多利多姿的蒜蓉奶油牛排风味，先是闻到玉米片原味香气和浓浓的蒜香味，但吃下去真的有蒜香牛排的滋味，一不小心就把整包吃光光。波浪号波浪号，虽然两包价格加起来偏高，但还是很值得来吃吃看。 Tilda 冲绳面洋芋片一吃下去，对冲绳面的记忆瞬间涌上脑，就是这个味道啊。波浪号波浪号，多利多姿的蒜蓉牛排也是大推推，小编觉得比原味起司更好吃，咸淡适中，真的会忍不住一口接一口急。波浪号波浪号。